龙，我是一个人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龙是一只小乌鸡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。我不能唱文歌，好，来来来，啦啦！好，今天我们要来开箱。我先拿。等一下。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拍开箱了，所以我们前阵子呢，出席了在这个 KL 举行的这个 TAGCC 动漫啊、玩具啊、游戏的展览，然后我们在那边拍照。拍照啊，然后买了一些，不是买一些玩具，买一些有趣的东西。我们接下来开箱跟大家分享一下。OK， 准备了，我去熟悉。你第一个要介绍开箱给大家看的是什么东西？我选一个，快点，这个。OK， 好，第一个要开箱的就是这个。这一个呢是 Hot Wheels 的，哇，这个是蝙蝠侠的车子，哎，这是最新一代的蝙蝠车，哎，电影的蝙蝠车，超帅的，来看一下，哇，我来看，来，小心，我觉得还是轻轻的比较好，来，哇，哎，真的是一个很经典的战车，好了，拿出来了，哇，这样小哥，我好像可以跟那个瑞香。那这个上面这个还可以移动哎，看到没有？我看。OK， 好，来第二样东西。Baby Show。这是第二样，我们去叫转鸡蛋。Go。所以我们抽到的两样东西，第一样呢是我抽到的，是一个小狗的手办，这个小狗藏在鞋子的一个手办。可是鞋子里面很臭哎。超酷的，很可爱。再来呢，就是这个皮卡丘，这是500万转的。哇，皮卡丘很美。它是一个放在杯子上面的。哎，那个就是杯子。可以放在杯子上面的皮卡丘，超可爱的。它可以这样靠在上面。可以这样靠在上面。再来呢，我们要拿的就是两个帽子，哒啦，都是皮卡丘的。皮卡丘的这个鸭嘴帽，还有一个这个，这是我们在那边看到可以这样充气啊，然后这个都是动的这个帽子，然后我买了一个，两个都是皮卡丘的帽子，我这个我就带着了。OK， 好，来再来，就是呢我捡到宝啊，就是这个 C3PO 的这个模型。也顺便在这里开掉，就是一个这样的机器人机砰。这个就是电影里面超经典的 C3PO 机器人。哒哒，它肚子这样飞了。这个应该是在，哎，快点换掉。四五六集的一个造型对吗？我也不太确定，应该是吧。第二个就是 Dinosaur Power Ranger。还有一个就是最近电影在拍着的 Black Widow 的一个小玩具，超可爱的肥胖版。再来，然后我们又去买了这个 Power Rangers 的玩具，里面是有几种，看你能够幸运抽到哪几种。这么多元，你也 black color 的呢？一二三，我抽到了，两个黄色战士，还有一个黑战士。黄色的我好像已经有两只了，好像有两只的，所以这样子抽起来四只，哎，神经病！我这有四只黄色的 power ranger， 它的造型是这样的，它的头盔可以拿下了。OK， 好，所以今天开箱就是这些。我们去了 THCC， 就拍了很多照片，然后认识很多人。没想到 T-Rex 跟那个
所以想要看我们之前在那个 THCC 的一些 vlog 还有影片，就可以呢点击上面的这连接去看一下哦。好了，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啦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要订阅、按赞哦。Subscribe, I love you. Bye bye. I'm sorry.